过 MV 的你才懂了，所以他们笑，但是我看过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带来这个来自彭佳慧最新，算他这个销骨后的第一张专辑。销骨后到底什么形容词啊？就他突然变这边变很小。对啊，就是哎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为什么你说他突然变很小？这样。我没有消耗我的是真的，我想要它大一点，太瘦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哎呦，现在敢讲事情？我说脸，哦，不是身材，身材来说是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讲，哎呦，人家的情绪，哎呦，都没有掌声鼓励，唱不出感情了啦。想象未来可以
谁